西餐真的很容易做。人们离真相还有五步之遥，他来晚了。直接干了！这皇子去哪了？这皇子不要的荆轲死了。干嘛了你？啊，这还玩不玩啊？对面要开摆了呀！这还玩个屌？直接阅兵线！别吃，别吃，兄弟别吃！哎，金克斯好像真挂机了。往前带一下。嗯，聪明啊，知道阅兵线几招。笨蛋，你肯定杀不死我。好像玩下路会轻松一点。皇子中单不给就算，他是辅助。皇子是可以打辅助，但不是像他这么玩，肯定不是像他这么玩。再吃60分。就可以杀了。为何不敢杀？假装愤怒吧，温馨人。我将品尝你肚子里的恐惧。我操，好勾引哥们，这是2000块。试试冰剑，冰杖干变者，征服者无压，强度很高。但是他没有黑暗收割，优势来得这么快呀。下次试吧，我带的是这个。你还不摸蹭？白银玩辅助确实上路体验会好一点，是的，是的。这干嘛？想逃。哎，我不跟你打不就行了？我的话语比我亲手杀的人可多多一个是，哈哈哈！对面在干嘛呢？哎呦，辅助这位置，确实玩得好是很轻松，但你要玩得好，这位置不需要做太多事，而且不容易背锅，最容易背锅是打野跟上路，最
最容易背锅是打野跟上路，打野是最容易背锅的，因为很多人在线上打不过就怪打野，辅助倒不容易背锅，因为辅助经常死，死的多了就不是很重要，而且辅助一般不怎么支持。 哇，你这个框，这都能让他跑了？我的妈，麻痹！一个声音在阴影中低语。 好爽！哎，没打了那个山丘哥。想 K， 我没有想 K， 我只是想吃一层肉。 我 K 的我也没用，我操，这武器，这待遇，杀人书那不用，我觉得乌鸦买戒指就够了，先买个戒指行。杀人书真不太需要，乌鸦你法强高了，他其实收益也不大的，要干嘛？ 我操，连体狗！哇！神力，要出事！哈哈哈哈！对啊，莫非？这也是偶像。这武器挺可怕的。 这武器开局就是那个，那武器就是那个开局那个呀。我玩游戏只是为了快乐，输赢无所谓的。我操，然后一杠三，我操，贼恐怖！我打排位贼怕碰到这种。<笑>我玩游戏就是为了快乐。W 压下路中路建议玩乌鸦，咋第一把兵线搞明白的就上路打野。 小法师为什么走路要一蹦一跳的？那真可爱。他拿的那个是什么东西啊？手上？这是阿卡丽。少数人。你是小法，不是我说他呀，他是小法。这么难受。 房子中间，哎呦，W 放歪了。
完了！你看哥们的队友多好。 吃两层，剩下他应该能吃得光。回家兵站，刚好够钱。我才是打野，不一定，只是我没事干了已经。哎呀，失败，还行还行，这也算帮了。哇操，难受！我这个很极限的。 我被击飞之前丢出来 E， 然后 W 开大，大招吸不上来血，送了个1000，也不能说算是送，只能说是烂，只能说是被逮到，被抓到了，我操！还好我的救，被吃掉。 不许欺负小法师！玩乌鸦看对面移速，但是乌鸦的技能快，我操，波推飞机好羡慕啊！羡慕武器，我操！羡慕武器，兄弟！我也想被波推飞机，你干嘛？ 出来兵将技能好用，可以先 Q 再一。推什么？波推飞机？听不懂，听不懂我就再讲一遍。波推飞机，羡慕。不出来。 可惜，我的那个黑暗收割拿来打剑魔用。哎呦，啊，舒服了，我操，终于被推到了，爽！终于被推到了，羡慕我吧，啊！哎呦，又被推到了，真爽！ 好恶心！哦，别！哎呀！哎，没办法，还好不是1000，气死我了！好变态！<笑>我要做深渊面具，这个东西很屌，这个东西有多屌？反正很屌就对了。乌鸦出了这个，伤害就很高了。 万遍，我不能死，舒服死了你！哇，9级剑魔我都10级了，这剑魔已经没了。哇，16分钟40，4刀！你别玩杀人游戏啊，哥！哦，居然还是被他杀了。那么问题来了，这里不是剑魔，我操！ 见魔就死了。
如果杀了死他们，感觉有点困难。怎么跑那么怂啊？这塔上，这里。 这样会搞得我很尴尬，加油！我没躲，我以为他放 W， 他没放，这样我也很尴尬的。呜呼 ，nice， 啪叽直接带走。 乌鸦出时装，可以说，但是作用不大哎。损失到了中场伤兵，我操，好大的兵装！ 这剑魔，哇 ，A 闪，好帅的剑魔，还是死，吃了77颗灵魂，然后够了，差一点，躲起来，躲起来喵。 差一点，应该死不掉了。<笑>哎，我的问题，哎，我的问题。啊！哎呀！完了！<笑>他妈，你还有必要闪出去吗？这都要闪了、啊？哎，又死了，死了3次。 莫甘娜大招的眩晕打出来 ，Q B 中，但是莫甘娜很难走到别人脸上，走到别人脸上很容易死。但是乌鸦手比较长，我这么肉吗？我又波推飞机了，羡慕傻米吧，知道。乌鸦出这个是真的，一出就点满。他走到你旁边直接降你25的魔抗，25的魔抗是什么意思呢？意思就是他有25的法穿。 深渊这东西其实挺变态的，就对于法坦而言，你需要出半肉的话，其实挺变态的，可以吸魔抗。然后一个魔一个英雄是9点魔抗，5个英雄就是多少？就是54点魔抗，5954，对吧？然后加上40，就是一件装备给94的魔抗，这么屌的吗？死，这不是。 跑不掉了啊！你看他18点魔抗的金克斯，18点魔抗的金克斯是什么概念呢？这主要是这个东。 主要是这个东西，你出了，你队友也很猛。哎，我是5杀了，这不，好像是5杀了，是吧？是的，很恶心。还会降他们魔抗最骚的，我操！
这剑魔走过来，哎，别！都说了别，还来？以后我们这最后一剑搞个石像鬼，这就是乌鸦的完全。搞个石像鬼，然后走到人堆里，我操，开个大谁打的谁？这还真能这么出，我想一下。拿下兄弟们，看他点波关注。